小朋友，你怎么了？怎么在哭呢？我乱跑，现在找不到爸爸。没关系，我带你去找爸爸。好。Grace 的家长请注意，您的小孩现在正在服务台，请尽速前往二楼服务台，谢谢。我在这里。在哪里？在这里。我听得到你的声音，可是我看不到你。嘿，我在这里，宝贝不用担心。爸爸，爸爸，我找到你了。太好了，找到爸爸就不会再难过，不会再伤心了。好感动哦，就好像天父爸爸一直都与我们同在，常常坐在我们旁边，就在这里。虽然我们的眼睛看不见爱我们的天父，但是我们的心可以感受到他的同在。天父一直在我们的身边，永远爱我们，永远不会离开我们哦。以赛亚书41:10，你不要害怕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；不要惊慌，因为我是你的神，我必坚固你，我必帮助你，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。再来一次哦，你不要害怕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；不要惊慌，因为我是你的神，我必坚固你，我必帮助你，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。Isaiah 41:10。So do not fear, for I am with you. Do not be dismayed, for I am your God. I will strengthen you and help you. I will uphold you with my righteous right hand.